肖战杨子余生确定播放平台，连央视都刻上了。说起肖战来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火了之后，肖战立马携手当红小花杨子出演了一部现代剧，这部剧的名字叫《余生》，请多指教。这是肖战火了之后主演的第一部现代剧，大家非常期待。其实这部小说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，原著中的顾魏和林之孝二人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众人。 AI 配音文章而文章鹅厂终于妥协，杨子和肖战是当红娱乐圈的当红明星，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演员，他们两个能饰演这两个角色，本身粉丝们都很高兴。此部电视剧在2019年就已经杀青了，可现在都2021年，马上都要五月份了，电视剧还没有播放。昨日余生，请多指教，又播出了一段预告片，第二段则是林之孝和顾魏之间的土味情话。这一段预告片画风甜蜜又搞笑，第三段预告片就非常的狗血。第三段预告片放出之后，又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目前，此部剧很有可能在一些 APP 软件上播放。